朝朝是南山，子孙合一都是金榜题名，夫妇一世，子子富贵万代荣，代代出贵妇。欢迎咱的台南市大家长吼，咱的吴市长、吴市长，咱也咱会长，咱的郭淑敏，啊，都有咱的李部长，啊，咱的经理员、单议员吼。谢谢美女，感谢。多谢咱长老信安宫管理委员会咱的柯主任委员，各位委员，在座咱所有来自全国各地方，咱台中信王联谊会各位诸位、各位总干事、各位好朋友各位委员、各位代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荣幸，
在一万分的欢喜，咱第25届开宗圣王啊联谊会啊，伫咱啊台南，伫咱中老圣安宫举办，有遮济啊有宫有庙，咱开宗圣王联谊会各位啊宫庙会员哦，会使讲啊非常踊跃，为了真心甲大家致意。我想伫即卖即个时阵，大家做伙而且联谊聚餐，因为咱的疫情已经渐渐啊，伫啊步入啊尾声哦，啊伫已经到另外一个啊即、這个阶段哦、啊，咱防疫工作做了好，这拢是感谢各位好朋友、各位有功有庙大家的努力哦、啊，啊配合着政府的政策，会当予咱的啊即、這个啊平，咱的好朋友大家都当平安顺遂。台湾是真本无问题，伫台湾以外你也看，会使讲啊疫情足严重，敢若美国一天，美国涨一天就23000几个啊，迄时也是足厉害。所以伫遮为特别深深甲大家感谢，感谢咱的好朋友大家的努力，嘛感恩着咱开宗圣王会当神威显现，立为众神。会当保庇在座各位中光贵宾、各位士大乡亲，保庇着咱台湾会当平安顺遂，而且要再次祝福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平安顺利、大赚钱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市长，谢谢。啊，咱现场吼，咱的陈金飞委员，啊，咱的沈振东议员来个现场，咱北区的李区长来个现场吼，啊，各位议员、各位秘书、各位里长，啊，帅姐啊吼。哇！来个很牛，大家祝大家平安顺利，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市长。谢谢市长。哇，在百忙之中抽空呢，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盛会，非常的感谢。法务委员陈廷飞也来到我们的会场。委员也到了，来掌声欢迎一下。对，所以谢谢时间是邀请的嘛，对。廷飞廷委员，咱来上到咱的舞台啦，吼，来，掌声欢迎邀请一下。来。谢谢。啊，咱中老，咱圣安宫啊，咱的主委，咱我爱叫阿伯啦吼，再加爸爸老朋友啊，以及咱的啊黄伟哲市长，还有咱的区长，还给咱啊台南市里长联谊会，咱的会长，咱高会长啊，以及咱现场所有啊，咱的金监议员。啊，沈议员、陈议员啊，吼，啊，过来现场所有，咱姐姐来自咱全国各地，咱所有的好朋友，咱台中圣王啊，所有咱这友谊景，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有看到咱这个李俊华在现场啊，非常的感谢，欢迎大家来到台南，也来到北区，我家己的选举区，家己的所在。所以在这裡用到10分的歡迎，感謝大家，啊也希望說今天這個聚餐之後，也不忘記你要在台南走走看看出頭一下吼，台南有很多好吃的東西，好耍的地方，啊尤其我們的宗教更加是不用說的，宗教文化的結合，台南可以說是有一定水準，我相信大家都清楚，尤其甲着咱所有各有功劳的交陪，啊，嘛感谢大家会当讲一路啊来到台南，嘛希望借着咱25周年，咱整个联谊会当中，会当将咱开宗圣王的精神，甲发挥落去，啊，而且嘛祈求着开宗圣王保佑着咱每种好朋友，拢会当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。上重要是咱心中的祈求，每一项代志拢会当达成目标，达成愿望。啊，各位伫遮，我想我都一一甲大家请安问好，伫台顶用着咱哇圣安宫，咱即罐平安水，祝福大家一切顺遂平安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着咱廷飞立委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委员哦。非常棒，今天有那么多的长官贵宾哦，共同来共襄盛举。是的。哦
好来继续阿拉伯金蛋老公哥的特别的感情我在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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